大家好，这个是我们金韵 K12 啊，全新升级的蓝牙 KK 音箱，它内置有一个锂电池，可以方便用于我们户外蓝牙 K 歌，并且呢给大家标配有一个麦克风，打开之后可以直接 K 歌啊。麦克风打开它是自动配好频段的，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了大家在 K 歌的时候一个问题，就是麦克风和音箱的配对。我们只要有蓝牙，就是用手机的蓝牙或者平板的蓝牙连接上之后，它就可以用麦克风直接唱歌了。我们用蓝牙来放伴奏，这对喜欢唱歌的家人呢也是比较方便的。如果说呢您平时不唱歌的话啊，我们是单独连接蓝牙啊，外放音乐，或者说您刷个视频包个剧都是可以的。在这个背面还有一个 U 盘的接口和一个内存卡的接口，家人们如果说您是想要插 U 盘呢，或者说插内存卡来放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这里呢还有一个皮质的手皮带，也方便您平时啊外出去和朋友吃个饭啥的，也是很方便携带的。整体来说呢，这次的产品设计和技术都很用心了。